这里的秋葵这些脏东西啥不是又得那啥吗？哦，化脓了吗？哎呀，别学那么狠，太该疼了。没事。上回好点了，好点了就一杵把手杆整张撅了。不喝了，不喝了。这里的脏东西你必须得给它长出去，我到时候又发炎了，这是坏死的指甲。这玩意就是真菌感染了。对，真菌感染，真菌感染就这样。这玩意全是菌，它脏东西捐在里头就很容易发炎。那黑的，那黑的不都是吗？黑的是。正常的，我学不着。我清理干净的。有技术，他是就修不着用。正常都学不着啊。嗯。肉眼能瞅着的地方都是很难吃不到肉。得治多长时间？